跟刚开始我甩的时候会甩得比较低，然后就发觉你甩那面它的水分会蒸发掉，就好像洗衣机它离心力，所以要甩它的水分蒸发得也快，当那面干的时候进去里面汁那边它就吸收那面汁里面，对啊，很净味，很好吃。不然的话，如果古老方式这样滴，你水滴不干，你会掺到那锅的水进去，所以里面这就稀释掉了。